获得师父的加持，对我的帮助，嗯，所以呢，一瞬间呢，我给我的朋友来访来探望我的朋友们的讲道，那一瞬间，你发现一切都是身外之物，一切都不需要去执着，只有一样是真实的，那就是佛法，那就是大法，那就是法门道法。好了，兄弟，我讲完。